主料：玉米面100克，面粉300克。辅料：酵母、水。制作时间：2小时以上。在面粉里放入玉米面，把酵母用温水融化，把面里放入适量的温水，酵母揉成团，放温暖处发酵，发酵好了揉匀了再切成小块，揉成小馒头心，20分钟后放蒸锅上，大火再蒸20分钟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：揉成馒头后一定要平行再上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